台湾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周迅。撒娇的女人最好命，马上就要在台湾跟大家碰面了。那撒娇的女人是不是真的最好命呢？那请你们一定要来电影院看一看撒娇的女人是不是真的最好命。我跟你说件高兴的事吧。什么呀？我有女朋友了。寒假还有救吗？用撒娇把小公抢回来。至此的行动代号是撒娇女人最好命。赵姐姐，那以前你们来的时候都住在哪里啊？坐你那儿啊。爱情又不是比赛，哪有输赢的？那是输家的说法。要不要一起看 A 片啊？更多精彩的花絮和讯息，请大家锁定华联国际粉丝团。也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